奥特曼扭蛋机了，现在这里扭一扭，然后把这里给抠开。哎，这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难道是在上面打开的吗？哎，这也拿不出来呀。玩错了玩错了，小桃子，它呀可是奥特曼投币扭蛋机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游戏币放进这个孔里，这样就可以扭蛋啦。我们来扭一扭，快看出来了吧。那我要来打开看一看里面是有什么好东西呢。哇，里面是一个可以变形的小奥特曼，看它的胳膊还可以动呢。我也要来扭一个，先投进去币，然后再来扭一扭，看出来了，看看我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好东西吧。哇哦，我这个是个恐龙的手表，看看这里可以看时间，它不仅是一个恐龙的手表，它还是一个投影仪呢，里面都是恐龙的图案。我抽到了一个可以变形的奥特曼，我抽到了一个恐龙头有手表，你们喜欢谁抽到的呢？